要为大家请出的这位小伙子，哇，他的小提琴啊拉的是出神入化，被人们称为是疯狂小提琴。来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少博。张少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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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少博。疯狂小提琴，张少博，张少博，嗯。我看他演出的时候也被震撼过，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。然后他把小提琴这样的一种非常高雅高尚的这样的艺术，他运用了他自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诠释，所以呢，作为朋友来讲，我特别特别由衷的为他高兴。是，他是把小提琴这种很高雅的表演形式加入了自己的创意之后，使得他可以跟现场的观众很好的互动和沟通，一下子就能够把现场的气氛调节起来。对，是这样。但是张少博不仅要听他，还要看他，所以呢，所以叫疯狂小提琴嘛。是的。来，掌声欢迎张少博。